掉。喂，两种风味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肯定觉得奇怪。怎么大家都被绑着这样子，像坦克车一样？咦、嗯？啊！打输了。好吃吗？帮我拿辣椒酱，就很大哎，真假的？这个是用辣椒直接打的，没有，放着就好了，放着就好了。那很大，一片。因为我们吃那个肉也是这种大小，一点点就好。哪一个是我的？就便宜吧。筷子拿反了。哎，碰到你了，没有球。OK。 我觉得你还是不会煮菜。嗯，你看他们煮菜真的失败。你觉得煮肉